好紧张哦！让 Nick 周汤豪这么紧张的，原来是日前他特地南下替正在垦丁拍戏的妈妈 Billy 姐惊喜庆生。Billy 姐在路上，我其实很紧张。然后你看到现在片场的每个人都在 set， 但是等一下要先给 Billy 姐一个惊喜。说话看到我，好，窗帘可以拉起来。那谁 Q 啊？等一下，你就说我们先来走戏。走戏，对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你关门，准备好了，给他一个惊喜。聽啊、什么都看不到，在哪里？小心哦！我还是坐在这边吗？没有，你可以坐正常位比较好，因为我们这里就拍最好。还是我来开。我们先走一次。啊，好的。哎，先走行。来，我们跟机器试一次哦。Stand by at three. Two, one.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! Happy birthday to you! Happy birthday to you!Thank you.